近一千万的潮州籍的海外华人，那也是整个海外华人社会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潮人，我们说是这个注重团结，敢于拼搏，也是这个慷慨好义，所以在这个世界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活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除了东南亚之外，我们的这个咱们北美啊，也是潮州裔的华人聚居地最多的地方之一。